铲子僵尸、弄尘僵尸、阳伞僵尸，三人组，哪些豌豆能战胜他们呢？第一位，豌豆射手。豌豆射手挑战失败。第二位，寒冰射手。寒冰射手挑战失败。第三位，三重射手。三重射手挑战失败。第四位，豌豆侠。豌豆侠挑战失败。第五位，机枪射手。机枪射手挑战失败。第六位，原始豌豆射手。原始豌豆射手挑战成功。第七位，豌豆迫击炮。豌豆迫击炮挑战成功。第八位，暗影豌豆。暗影豌豆挑战失败。第九位，无叶豌豆。无叶豌豆挑战成功。